英雄联盟三十六计由第八 TV 独家制作，特别鸣谢多玩游戏对本栏目的支持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一儿又那一儿一儿哟。作为辅助，我一直心有不甘，因为剧组里跑龙套的一般都磨得鸡腿，更别说盒饭了。好吧，既然这么一想的话，应该是没有我的戏份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作为一个神之右手，人送外号直毛，好吧，你瞅瞅我这粗壮的小臂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视野充足。你没有视野，你都不知道这草丛里会不会蹲着一个逗逼。那万一再是个瞎子呢？哎呀，想都不敢想。我勒个去！不是老子的本命年呐，好吧，撞上就撞上了，我只当是你给我加戏了。好吧，撞上就撞上，我只当是我给你加戏了。撒丫子奔呐，老子可是钛合金的鸡皮，没瞎你的狗眼就算了，为毛一个赤手空拳的人都能打穿我？这种设定不符合人类文明啊！我闪，瞎子果然是瞎子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没视野的后果。好，我们继续之前的教学。如果刚才瞎子有眼的话，我估计着我就能一个飞爪加一个击飞，一个静电弄死他。当然，老夫我只会给你们提供这样一个反杀思路，实战演习呢，我们就不录了。具体的击杀技巧呢，还得靠你们自己去悟。什么？哎呀，竟敢去打小龙！我现在上去岂不是就是200块？呸呸呸！队友尸骨未寒，我怎能如此懦弱？人生难得几回搏。人生路，美梦几路程。哎，词儿怎么这么熟呢？哎呀，岔气了，岔气了！怂是肯定不能怂的，可是这旁边就我一人啊！等队友过来，龙毛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着急，好着急！哎，有了，我走过去劝劝他。好吧，我来抢龙了。这位瞎子爷，求求您，您可别怪我，我就是一辅助，一会儿打团的时候可不要恨我。要不比赛结束了给您一个赞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指不定回头还能加个好友一起双飞啥的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好你妹呀、啊、你倒给我放个屁，吱一声啊！哎呀我擦，我的钛合金护盾都给我踢出来了，人类好危险，我还是先走一步。咦，小破蛾子，你还没死啊？收了啊！瞎子跑得好快，你上辈子是蝙蝠啊？啊，果然还是瞎子，有没有人能救我呀、啊？老子给你们挣大钱啦！有没有人啊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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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喊嘛，这是飞音，你懂吗？你们给我听着，东边来了个棒棒糖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来个糖和尚。小的们在各个路口严格盘查糖和尚，把仙棒放在帽上报告。说到了那个糖和尚，人人有赏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听说那个糖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，啊，能变苍蝇，能变蚊子，能变小鸟和大便，你们可得小心点。上上上